朋友们大家请看，今天教大家一个全网最强的一个单套结的打法。首先找来一根普通的绳子，绕手指这么缠绕两周，形成这样的一个绳饵，向下翻转一下绳饵，上方套住物体的同时向下方掏出来。大家请看，掏出绳头的同时整理一下节点，不需要节点这么大，简单整理一下节点，从后方压过主绳，奔主绳再回到上方两个绳饵中，也就是上方两个绳圈中，提动绳头位置，上方这块咱们可以锁住物体，套住拖车撑人都是非常实用，套住物体同时下方这样整理一下，主绳副绳同时受力，节点快速形成，最强单套结，越受力越紧，宁折不开扣，它是一个方向在用力，两根绳头牢牢锁紧绳头的位置，向下用力是越拉越紧，绳结不发生改变，实用性超强。